欢迎点击人民电视，下面播送的一则新闻呢，让我们的心情非常的沉重。8月18日的下午，在安徽省的蚌埠市的鱼会区发生了一起命案，一名17岁的女超市收银员被歹徒连捅10多刀后遇害。8月21日，人民网安徽频道刊发了蚌埠两警察目睹少女被杀，近在咫尺却不挺身而出一文。披露了女孩被歹徒勒住脖子用刀捅死，两位民警就站在面前却不敢挺身而出上前制止，直到歹徒自残倒地以后，两位民警才上前将其制服。8月22日，蚌埠市公安局向人民网安徽频道回应称，已连夜成立调查组彻查此事，并对受害者家属深表同情和哀悼。安徽省公安厅呢，也在第一时间派出了调查组前往蚌埠调查。今天我们人民网安徽频道也独家公布未经剪辑的案发现场视频。